条码一刷就能轻松领取咖啡，而且三大超商皆能使用，让咖啡寄杯服务更方便。电信业者再推创新服务，接手民生吃喝玩乐20家跨领域的品牌，透过专属的 APP 导入 AI 技术打造的推荐引擎，提升用户福利，严选用户优惠，打造一站式行动生活圈，挑战一年内能有200万用户下载使用。